讨厌了。OK，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，谢谢。那今天我们要玩这个呢，叫做这个小小梦魇，现在很红吗？第二代出了，对，可是因为我们第一代没玩过，对，所以要干嘛？先回来玩第一代，先回来玩第一代。OK， 好，那大家现在呢，一定会好奇是什么样的游戏？现在它会红吗？一定是因为它是个恐怖游戏，恐怖游戏很好红，真的，真的，对，因为这种感觉呢，大家就是非常喜欢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是玩给大家看，好不好？好，那这个呢 ，Little Nightmares， 看他的嘴脸。Little Nightmares， Little 就是小的意思嘛，我知道 Nightmares 就是噩梦的意思，它有一个 S， 所以还是复数哦，所以就是小小梦魇们，就很多梦的意思。好，来开始新游戏 ，Lego。是我近视还是真的不是很清楚？那不是很清楚了，这个人吧。等一下，现在是怎样？你啊？你刚刚说什么？我说你啊。你啊你啊。我说你啊你啊，一首歌啊。我也记不你啊你啊。哦，搞得跟那个他一样了。对啊，一开始一模一样。后面的后传。上下看，对，还没有手电筒，哦，有灯啊，可是你不会按白痴，谁知道他一开始都没提示，还是他有提示我？对，也不知道。你也不会互动。Six and a half hours later。哎，哦，他把我当白痴。那你要先讲啊！要我们操作，你要先讲啊。对啊。哦，他营造的还不错。嗯。而且是在很问号的时候开始。我直接跳过去。来，我走得很快。激动什么？蹲不能那种。可以可以。啊，我的火会被他熄灭。想太多，想太多。哦，好糟哦。巨大的锁链。哦。现在看不出了。对，不，现在不太懂。等一下，我一定，我拉的时候一定会关。哎，那边一个。你先请，应该不会吓人吧？没有了，我快抱着哎，你什么都可以拿，意思就是，然后他自由性那么高，你抱着那个什么意？哦，什么意思？欸，不知道啊，我其实想要带着他跳上去，就不小心把他丢出去，直接砸水，砸水，你这个砸水。是可以越跳越高，怎么可能？你以为是？哦，什么？这游戏都不提示我。哎，而且为什么什么东西都很大？哇！哇！哇！怎么烂反应呢？哇！哇！哇！根本就不合理啊！对，为什么离那么远？通常都是踢掉，他好像不太会。教学什么啦？第一次做这件事，你这样很可怕。通常都是踢掉，这什么？哎，有一封信。天哪，不行啊！应该是他留的遗书吧？那边还可以走吗？我觉得应该是开这个门。哦，把椅子拉过去。哎呦，有眼睛看我，好恶。有吗？哦，他有在看你哦。那个。哎，动作游戏之神。哪里难啊？刚刚。鞋吗？你怎么看得到？我怎么看得到？就你地板，在地板上哦，还有手印。什么？他推我？你东西跑过去，你有看到？有吗？
什么啦？我被蚯蚓杀死了，又烂了。而且为什么他突然跑出来？所以他跑出来应该就要开始跑，反应超快。还有还有，不要停不要停不要停啊！哦。嗯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这是什么？鸡矮人，哦哦，瞬间变很脏了。Oh, oh my god！ 哦，哇，秀技术，秀技术，快快快快快！哦，哇！哎，太考反应力了！这是跑步游戏，真的有点跑步。光打巨像，爬东西那个手感。我等，哎，快去追啊，快去追啊！我觉得不对，我应该是要追他，但他电池丢了。你这样太暗了，你这样太暗了，不能牺牲。等一下 ，BOSS 要来了。真的？那是我们要面对的东西吗？不是啊。那是你要面对的。什么？怎样给我？什么？要抛给我好不好？不是，就换你打 boss。刚不是秀了一波吗？监狱。厕所。哦，监狱。哎，说明这是个小游，他是在讲一个故事。一定是啊，一定是、啊。他是倒叙吗？那个人死，那个是终点吗？还是说其实？还是那是开头也有可能啊。哦，也是。先挂才是开头的感觉、啊。哦。推移。一下，他到底想表达什么？就不能被他，不能被他看到啊！我知道，只是说，就是这些场景，他不知道想要表达什么。我刚卡住，这很糗哎！来，这真的棒，还有规律。对啊。怎样？他都会停啊。肚子在痛啊，好真实哦！我们这是小男孩、小女孩，有可能是那个来的。哦，对，我们是把老爸、老妈挂掉，然后被丢到孤儿院，是吗？什么？你到底怎么了？听起来就是闹赛。嗯。怎样？怎样？那个人怎样？哦、他给你吃东西啊！你肚子饿啊？哦，原来是肚子饿了。他给我什么吃啊？不知道，但是我们就是吃了。谢谢你啊！感谢他一下，看看他，让他继续崩溃。应该是先把那个推下去，然后让上面的过来，我才能那个动。哦，拜托，我想跟着他。追得上，追得上吗？放弃。旅程就到这里啊！太没品了。又来吗？是肚子饿，可是现在看起来是咳嗽。生病了，还是太臭了、啊。你要走开啊！我可是说这个地，那才饿，那才饿吼，一口气去吃，去吃囡仔，去吃囡仔，塞吃狗，塞吃狗，难怪被丢掉。啊！不到二十分钟饿一次，谁养？所以成这样，谁养得起？老鼠可以吃，老鼠可以吃。那边一个超鹅的神龙，鹅音乐。就像我们在流浪，被迫在路上只能吃一些东西了，还是不在吃人。
我刚刚被关起来。对，我看到一个手。还是我们是老鼠？你有问题？哎呦喂，你看刚刚那门关，哎，你看来来哦。哎呦，好好玩。什么啦？什么意思 ？I don't know, I don't know。冻成这样，你看到难道还没人？在前面还是对着那边吗？哦，不是，这也是要跳过去。好痛哦！我被夹死了。好，那这就这样吧。那先摇一下，然后晃到那边。欸，真的耶？有没有？这样不就好了吗？算你，算你聪明。哇！掉下去。那个叫什么爷爷？锅炉爷爷，锅炉爷爷啊，他是在做什么？我们就一模一样。让我看一下他怎么做。他做木乃伊，所以那是刚刚那个小孩吗？他是不是要回去拿？他要回来拿吗？他做完这个了。好，还有无限。Oh my god！ 恐怖游戏的点终于来了。那个技术，啊，好讨厌了，好可怕啊！这些追逐战真的很可怕，不管什么游戏，它这样长得很和蔼可亲，我都觉得追逐战很可怕。它也长和蔼可亲，我都就算。应该就是一定会发现嘛，所以就是要跑。哎呀，像怎样？只能晃过他，不可能吧？来不及了，你好烂，好烂的一个老人。项链，他的手伸过来，他来了，为什么啊？他来好可怕啊！屏那么大，在那边要屏。啊，童工啊，童工啊，哦，工厂嘛，哎呦，
对对，童工，然后都过劳。哦，这就是我们做的鞋子这样的意思。他刚刚那个鬼就是童工，那个怪物就是童工。东西啊！啊，我不是看不出来是不是啊？在你下面。啊，我能怎样啊？晃他，晃他。Oh my god！好可怕啊！那什么东西？不知道，而且哪里可怕？什么东西？那个椅子，好像。竟然玩这招！我刚刚没办法控制抽烂。哦，哎，好像被抓到一个一定的范围，要是直接就把你抓了。所以这边要晃他一下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要等那个嘟嘟嘟，我要赶快冲出去。也有道理，不是这样。惨了，你要应该要捡鞋子来丢，对不对？追来吧！追来！他速度失踪了，很痛，但没时间观念。他永远都会回来。蜘蛛人是反效应。反校日，健康检查日，不要分那么细好不好？好，来开灯。好，好，结束，结束，结束。